計埋今次開嗰廿六場棟篤笑，我諗子華做咗 A105、B135、C155。我真係我自己睇過嘅都起碼有七八十場。早段時間咁我有份幫手做，咁我場場我都喺度噶嘛，咁所以其實七八十場一定有。我諗係 C150。邊個國家嘅兒童節有七日？哇！依個真係考起我自己做童裝，我都未必知道。我諗係應該係 C 啦，挪威啦，即係因為嗰啲北歐地方啲福利比較好，大家又冇乜嘢好做，咁所以就應該多啲呢啲節日嘅。咁美國照計應該好冇乜聽過有七日兒童節，咁應該澳洲係。尖沙咀站有幾多個出口啊 ？A 就13 ，B 係15 ，C 係17。我都成日都出去。尖沙咀站，我諗15 B， 咁啊 A 啦，13。嗱，香港大學嘅代表顏色 A 深藍 ，B 深綠，即係紅，應該係B 深綠。我都有翻學嘅。嗱，姚嘉莉係邊一年選亞洲小姐攞季軍嘅咧？姚嘉莉係1998年選亞洲小姐攞季軍。哦，嗰年冠軍係羅麗莎，亞軍係黃敏儀。黃敏儀冇而家冇做醫學嘅，咁羅麗莎就都冇做幕前啦。